到这个白天啊，太阳就太足了，然后这儿就没地儿待了，待着太热了，就上那扇儿去，把那扇儿老总都把那扇儿打扫干净了，然后我们就上那扇儿去坐着，啊，这样大家伙来的时候那边也凉快一点，这样太热了，树荫挡着不行，这得到5点以后才能过来呢。 他们把那东西全搬走了，也没交代一声，搁哪儿？没有，不知道。到现在他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呢。他们把我从家里给拉出来，完了那个有4个法警看着我，完了给搁着一个石头上坐着。后来呢，他们就把东西都给拉走了，不让我进屋。 后来他们在我家门口拦了3道警戒线，完了给我拽了警戒线外面，后来他们就不管了，他们就在砌围墙，砌完围墙他们就都走了。那东西都到哪儿去了？东西不知道，他们也没告诉我，也没给我钥匙，什么都没说。 马上就去了律师事务所吗？还是先给市长做秘书？这还是早的，这实习的时候。啊，先实习，实习完后，86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律师事务所，一直干到零一年。零一年是因为帮助邻居家的拆迁嘛，因为这个事儿被警察打残了，打残疾。这作为一前，那做的是比我们早了，比我早。 他是从2001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之前啊，做兵权，就是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奥运申办成功嘛，很多事儿就发生了，发生的这个事儿呢越来越邪乎，啊，那会儿就简直是那个拆迁这个暴力拆迁的也多了，那所以呢，那个从什么是什么时候奥运申请奥运成功？2001年的7月13号。 奥运申办成功，那时候就开始拆，然后呢，这申办成功了，说是什么这申奥运申办成功之后呢，是来给人的改善这生活居住条件，结果呢，把老百姓给蒙了，老百姓后来呢，他这个一真正的拆迁起来，那会儿都是政府来拆啊，就是跟你谈不谈，都无所谓，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拆也得拆，不同意拆也得拆。 因为政府的意志，这个强拆令，就盖着什么各区的人民政府的章，直接就拆了。好，这2002年的4月27号呢，是拆到这个这儿写的呢，西城西城，这个55号赵家的，赵家叫这个赵深的家，因为我当时呢是给他的那个去。 我们这个当时呢有很多人去一块儿，赵家是你的邻居是吧？对，这是2002年的事儿。然后就是这一天，然后你被他们那个打伤了，抓到派出所，然后给你打到这个腿萎缩。到派出所呢，他们从这个警车里边呢就把我拖了出来，然后拖到这个对面的这平房办公室里边。 在办公室里边，就是这几个警察，当时都穿着是，虽然是警服，但是没有警帽。他们呢就把我摁在地上，拿那个绳子呢就把我五花大绑的捆起来了。这时候，他们捆起来之后呢，这个绳子呢还要从这个脑袋往前那个往上拉那根绳子。当时呢，我这个肋骨呢就觉着听着就嘎巴嘎巴响，我就疼得痛苦的难以忍受。 其中呢，就在我的这个侧的这个警察呢，叫边卫东，他呢
那不但揪着这个，还要薅我的头发。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就用胳膊肘去凿我的这个后脑部和这个耳朵边上。那完了呢，其他的警察，有这个赵玉京，程光远，那个石建兴、陈宇，还有。还有那个警察，我但是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当时呢，他们那个就八个人，就是摁着我，就是八个人摁着我，就实际上呢，就大家就看吧，我满身的全都是手啊，手和那个胳膊那个是膝盖呀、啊，用手摁着我，然后他们用这个膝盖去挤压我的这个穴位的这个筋骨的这个部分，我非常痛苦，我非常痛苦，当时呢，我就觉着。啊，这个人的这个整个这身体啊，就好像就是转眼之间就要被他们碾，就是这个挤碎了。他们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把那水杯，啊，水杯那个在人地上那个砸碎了，然后呢，用那个水杯呢搁我那个大腿根儿，啊，一次一次那个，因为他那个是很钝的，他不是说像刀子那一拉就一口子，他隔了我多少次。让我这个腿根的这伤吧，好多年了之后才痊愈了，才能长上。因为那会儿到了监狱之后呢，那看守所之后呢，他们不给我治伤，始终在流水，啊，又经过了夏天，一直都在发炎。那就是我出狱了，就是2002年、2003年出狱以后嘛，隔了两年以后啊，因为那个这个通过一个比较好的大夫嘛，他给我治这个伤，所以才治好了。他们用那个脚呢去踩我，去把我这个脚呢是平着放着，这样已经这样子的了。然后呢，他们在上面狠劲儿的往下踩，结果致使我这个骨头呢，就是当时呢裂痕裂了。完了之后呢，到了那个看守所，他们给我抬到看守所呢，又不给治，也没有这个一个就是急救措施。啊，几年之后呢？因为我这个就是一年之后呢，我这个旧伤呢里边就长出了这个骨炎儿，啊，一直到现在呢，我这个嘛，无法就正常着地。然后呢，还把我那个腿呢放在那个凳子上，他那个椅子是，那个椅子那个是长条的那椅子，然后有椅子背儿，他有这个扶手，他们把我那个腿呢放在那扶手，然后让那保安呢。就用的那个全身的力气，然后把我这个就踩这个腿的这个往下踩，就听着嘎巴嘎巴的响，那就感觉我的腿一直都在那个一直都已经当时呢已经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没有知觉了，那会儿被打的这个腿已经不行了。那这个呢，这种方式确实，我就感觉比咱们那个写的那个红颜小说，比那个国民党给这个江雪琴他们施压这个酷刑的时候要严重的多，因为他们这是，坐在这儿灌辣椒水或者钉竹签或者这个，但是我这个呢，他们是用在这个膝盖呀，就把这个人的这个穴位这个部分呀，使劲的给你挤压呀。那简直是痛苦不堪呀，生不如死。那会儿呢，我真是一直在哭，那我没有办法，我毕竟是一女人，我是有血有肉的女人，我不可能是那个，就是那什么，像有些人的说是那过去那小说中的说什么咬紧牙关哈，然后呢头上冒着大汗珠怎么去挺着，我不可能的，根本就挺不住的。那么就是说，他们这样折磨我，大概折磨了我50多个小时，然后呢，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里边。那时候我已经处在昏迷状态了，我是被他们抬到拘留所去了。他们以这个说我，第一我在强拆现场拍照，第二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就是因为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忍受不了疼痛，所以我就哭，我大声的在哭。那么他们给我抬到拘留所之后呢，本来说呢是这个行政拘留10天，可是行政拘留呢就没有再放我，因
条腿怎么样？另一条腿啊，这条腿不行，这条腿不行，这条腿呢还能支撑那个没支撑了啊。然后主要是腰啊，脊椎、颈椎，这样捆我的时候，是这绳子是从上面拉下来的，所以它导致这个骨头现在变形，胸骨现在啊，然后呢这骨头变形了，对，这个然后这个骨头现在是突出了尖儿。啊，就是疼，就是哪不能靠。只要稍微有越轨就抓他，他们就是犯坏，现在就是不想看到你出了跨区了我就抓你，我还是没办法，只有再重新去那电影。他就怕，他心里老踏实，他得给他天天搁那里。你算一天两回传唤票，一次放一次拘，五一那天，我就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在冒坏，就说我连续拘你2天，你又不合那法律，因为你没违法。因为没违法，他又没办法，他就这么治你。你爱人是因为什么事儿被他们盯上的？我爱人原来是因为拆迁问题，后来从2008年开始维权，就是老帮助访民，就是拍的，就是政府拍不到的地方，他老是给拍到，就是访民的痛苦啊，就访民的那种冤情啊，他能说用那相机来表达。所以说他就说写的不行嘛，就是用相机来表达，所以政府就迫害他。是啊，所以大家伙给我凑的衣服，这也是大家伙凑的衣服。哎，怎么说呢？穷帮穷，富帮富吧，是不是？互相帮助点。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就挺高兴的。看来还行哈。这应该是没问题，这纯棉的，不是那种什么的，就这个还行。给我洗完以后，其实我看了看，我也能穿。是吧？俩领子呢。那你明天你去一趟。他老让你过激，你要一过激他就判你。你要是用各种方式呢，他就没办法。所以就说治安总监还让我看《红楼梦》，那《红楼梦》怎么看呀？我说《红楼梦》里边人物都乱伦呀，对不对？不适合我看的，我适合你们警察看的。我说我就认为要求回归宪法，还政于民，取消劳动教养和非法拘禁。他就认为这个事儿太大了，我们。做不到，我说你做不到，你可以给我反应啊！他不给我反应，就跟他说这个事儿太大，就是太大了，是不是？作为人民警察，你怎么给我反应啊？喂，是不是？我因为什么？有这个权利是老百姓赋予给他们的，因为老百姓要收回这权利，是不是？要自己当家，就不用他们，所以他们就害怕，现在就害怕。是你写上去的还是什么呀？人家写上去的，人家写的。这写上去的，然后贴在那个就是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旁边，然后给拍下来的。啊，就是贴在派出所门口吗？就是贴在这儿的。给我照俩下。我没写名，应该写个名好了，应该写名好吧？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上访得不到解决，然后，从那个2003年释放之后呢，我们也到高检，这点的这个高检呢来上访，然后也到其他部门来上访。当时呢，说是高检呢已经立了，就把我们这个主要案件呢作为这个。专案24个专案组，
那么我也是专案之一，就说是疑难案件。可是呢，我这个案子呢，他们让我们回去等待，等待这个解决。他们呢是接待了我们，也谈了案件，但是呢，就说这个事情呢又被那个北京市政法委压住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在反映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些上访人呢也就被抓了，那就是说被抓的时候呢，到2004年4月26号，到2009年，到2005年，我一共被这个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就是长期看押是593天。这是在我这一段时间里是最长的一次。吃药了吗？吃了，这不是买的药吗？买了好多那个药。我五十年大庆的时候拆的我的房，99年，60年大庆让我上外地去了23天，奥运会让我走了俩多月，每年的3月份准让我走2回，叫我躲开。那是他怕你呀，还是你怕他呀？为什么老百姓有冤情没处诉去，法院作假，公安局高检把我踹成这样，公安局哪儿都不，连登记都不给你登记，他说我们都归公安局，都归高检管，我们没人敢管。那你说他们就属于那什么了，无法无天了吧，打人白打，像把我的牙踹的，现在吃什么都吃不了。我跟你说那个倪玉兰要出门呢，他们高兴的时候呢就在后面跟着，不高兴不让他出门的时候，那个便衣警察就拦着，完了给他推那个推倒，推倒了好几次，完了呢，推倒完他以后呢，再给他抓到派出所一关押，有时候关押一天，有时候关押2-3天，完了就在地上扔着，也不给那个什么，也不给吃，也不给喝，完了我们送个被子给他铺着，就在那个地上躺着。我出去买菜呢，有时候也是他呢，他们就不让我们出去，有时候出去可以出去，有时候可以出去呢，就是他们跟着，有时候不让出去呢，他们就那个也给我抓到派出所去。老总一出去拦着那个车就是不让走，干什么去也不让你去，买菜也不让你去，买早点也不让去，我们家都成了他们的了，他们的那个地界了，沦陷了，那会儿新街口就沦陷了，我们过着的那个白色恐怖的日子，那个保安呢穿的整个那个冬天的时候，保安呢穿着一身那个灰皮，再加上那个大衣，然后还带着一红袖章，整个一个被德国兵侵占了的，哎呀，从老远一看那地下，一大片的那德国兵还戴着那个帽子，那个让我们看了挺恐怖的。我觉着好，我要受这个法西斯的管制了这一段时间，然后那会儿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他们戴那帽子，有的那个还太像那个盖世太保了，老总说你们敬礼的时候一定要跟那个德国兵似的那种方式来敬礼，就更好看了。他说年复一年的上访也得不到一点的回复，不管说对与错，我们在听证会的时候没有，这多自然聊的事儿。03年强拆的哈，03年被强拆了。然后呢，那会儿呢，我02年，就是03年我判刑之后呢，出来就跟着他和他哥哥还有他侄子，我们在一块儿。然后呢，是由他们三个来照顾我的。那会儿呢，我爱人还没有办退休，他们仨呢就照顾我，然后我们一块儿呢到这儿那儿去上访。那会儿他们有两个小三轮，三轮上都是封顶的，然后上面呢都贴着这个标语哈，哎，那个二兄弟，贴着那个标语，当时是什么标语来的？我觉得咱这口号那会儿特好，那个标语就咱那车上那标语。那个、车上标语。强拆违法，政府说的。另外是叫什么
圈地啊，奥运圈地区平民。哦，奥运圈地啊。奥运圈地区平民。2008年，2008年的4月15号啊，就是说离这奥运也很近了，这天早晨呢，就6点多钟呢，就突然呢来了一伙人，就把我家的这院门给那个砸碎了，啊，冲了进来，就拆我家的这个房子，锯我家的这个房坨，然后拆围墙。当我这个去问他们，你们是干嘛的？是哪来的？有证件吗？他们说没有。啊，我问他们哪来的，他们说他们是西城分局派来的。那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法律文书吗？拆房子，他们说没有，就是西城分局组织他们来的。带班的那个警察叫肖威，他说，啊，他拆的是你们家房吗？我说我这儿有法律文件，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房。我说我爱人是产权人，啊，在这上写着呢。那就当时拆房的人一看，我确实拿的是这个法律文书，我爱人也确实是这儿的产权人。我说我家哥六个全都在这写着呢，那么他们就停手不干了。但是呢，警察不干，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是110的这个警察叫肖威的这个警察就指挥他们，别他们理他，你们他们全都给我拆平了。啊，当时呢他就指挥他们继续拆。那就说那个西城分局的那便衣警察呢，当时呢他在周围还是在继续录像。当时呢那个什么，因为我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呢，他们便衣警察就命令这个就是这个拆迁的人啊打我。当时我的脑袋全都被他们打开了花。那个这时候呢就说110来的时候呢，他们明明看到我这伤情当时挺重的，满脑袋开花，但是他们却无赖。啊，却耍无赖，说那个就是说他们在指挥这些人拆房的时候呢，我就说如果你们作为警察要这样的话，啊，我说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就是我这一句话给我招来了这个杀身大祸呀。他们的这个110警察肖威还有文安伟当时呢，啊，就拖着我就是那个就是给我抓到派出所去。到派出所他们给我关进了一小黑屋，到小黑屋里头他们那个先让那个保安揍了我一顿。那个保安以前没见过，是新去的。那个保安呢就对我连踢带打。另一个保安呢姓杨，我认识他，在那个看押我的期间呢，这个保安呢经常在我家门口。那这个保安呢就说，啊，说他都这样了，说你还打他干什么？啊，这个情况呢，当时都有他们的这个，这个摄像头全部都记录在内。啊，肖威呢回来吃完早饭回来呢，又开始就是无限的这个虐待我、殴打我。然后呢，就说我在要求上厕所的时候呢，他不是把我拐给抢走了，然后呢让我爬着，勒令我爬着，我不爬着就是违反他这派出所的管理规定，那就是说。他又再让我那个就是和另一个警察又把我拖回来了，然后摔打我取乐。这个案子关键是他们把我妻子从家里绑架的，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们给他绑架到派出所，完了关到小黑屋里面，剩他一个人。另外他也把我给绑架到派出所，也关到另外一间小黑屋里，跟他隔一间，结果都被警察严密看管。在派出所里边，他一个人就形成1:100，100多个警察对他一个人，完了他们又做假警察。对，这个派出所有100多个警察，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轮流，然后那个就是看押我，啊，那个他看押他的呢还算比较客气嘛，但是看押我就不是那么客气了。就是他们用就是种种手段嘛，就在那啊，一会儿谁进来呢，踢我一脚，踹我一脚，然后呢，
从这个地上呢递了起来呢，就是扔到那个沙发上，或者从沙发上呢扔到那个桌子旁边那角落上，就是这样。那这个他没录像，他这个他没有，对呀，他坏了，他给你撒了，他坏了。你知道吗？打你的时候他坏了。当你要说稍微有点那什么，说我说一句糙话吧，说什么啊，他又亮了，对吧？他听得见，他骂他听不见，对，就这就这道理，就这道理。他们踢打咱们的。现在政府谁帮律师帮老百姓，他弄律师，这老百姓上访他不弄老百姓，这法给老百姓定的。派出所里面受到那种虐待吗？就是那个性虐待，就是有那种人格的那个虐待，我提了一下，我不知道你这个提没有，跟他说了没有？我这个跟他没有提吗？因为我对是挺难启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应当说。啊，因为当时呢，就说他给我那个就是关，就是他们给我关在那派出所呢，就是侮辱、虐待、殴打我哈。这个同时呢，啊，他们那个就是我那个裤子呢也被他们拽掉了，完了之后呢，那个肖威呢。啊，他就冲我耍流氓，当时呢他是把生殖器给掏出来了，啊，然后呢还奔那个我身上那个就是啊撒尿，啊，那当时呢就是当时啊当时呢我就喊了救命啊，警察打人了，就是我喊救命警察打人就是为这个事儿，啊，因为我觉着我没有办法，我要说是警察耍流氓呢，那么他们肯定说我是诬陷他们。那么我就只能喊我是救命啊，警察打人了。当时他也确实是打完我他才这样的，这样呢后来呢我这么突然一喊呢他就倒地呢，然后他就突然就捂着这儿，他就捂着这儿啊，就是那个哎呦。后来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所长和副所长进来之后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啊他没事了，他就坐在地上没事了啊，然后他们那个所长呢就把我抬到那个沙发上啊，就说你那个能坐起来吗？那个他呢，就是这个肖威呢，就说他不能坐着，他一直就是躺着，他从来都不能坐着，啊，这个当时的屋里的录像全都有，啊，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敢播放呢？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儿，啊，但是因为呢，就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呢，我爱人呢就觉得挺下不来脸，那么。我也觉得就是说怕呢，就是说如果一旦事先把这事儿说出来之后呢，他们会不会把这一段给掐掉了。说呢，你应该找一间房。我找到哪儿，那警察也会跟到哪儿。他不会让我在那儿住，我从旅馆都给我轰出来了。因为最大的原因是警察老师就是说呢，你走到哪儿，他就要把你给赶出来。然后我爱人上西城，就是这个西城区政府谈房子的事儿的，他们也被他们轰出来了。然后他们西城区政府还跟所有的上访人说了，不许跟他们夫妇来往。因为他们有的我们这个西城地区的这边的也有访民呢，然后呢经常来给我送吃的什么的啊，完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西城的也好多那个事儿解决的是我的帮助，我来帮助他们，很多事儿都是啊得到我的帮助的，然后他们的事儿才解决的，所以呢他们跟我的这个交往还是不错的，挺深的。然后呢那个什么有的那个就是西城这个治安处就说我老给他们出主意，不许让他们跟我来往，说我老给他们出馊主意，让我出的馊主意。把你贴上一个标签，那你就得和我就走，你这样的人呢我就该打击了，我就该弄你。那我就不管我这个执法人员到底要不要，就是说要不要讲究法律，我就采取一切手段就要把你给除掉。现在他就是说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完全是简单粗暴的去做的嘛。做了之后就是说我这个简单粗暴肯定是违法的，违法的时候呢他要圆很多谎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在中国呢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它的成本太低了，成本太低了，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基本上不用负责任。这肯定把倪律师当做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种不稳定的因素的话，随着
60周年的到来可能就是显得很急切，要很紧迫。维稳机制一发生效力的话，对这种就是说非常执着的维权人士的话，可能是要包括就是上榜维权的人的话，可能要采取这种定点的清除吧。我如果是说从法治的层面来看，这个案件的话肯定是不构成犯罪，但是涉及到其他的因素的话，或许导致这个案件是不可避免的往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发展。案件复印倒是很顺利，但是我发现案件里没有光盘，就是这个案子有两个光盘，一个是那个施工，就是拆房子现场的一个光盘，一个是派出所那个审讯室的一个光盘，这个没有。然后我就要求那个复制，书记员说这个需要领导批示的，他要回去问一下。过了两天，然后来电话说你可以来看，但是不能复制。过了几天我再去，然后那个审判长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审判长叫左海东。啊不，还有个小姑娘，那个她可能是那个啊，你说二审的哈，二审的我也忘了，判决书不在我这儿。对，然后那个审判长说，二审的就是一中院的审判长说，那个这个光盘能给你看，我们已经是违规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我们那个是不允许看这个光盘的。然后说我说我不但要看呢，我还要复制呢。他说这个更不能复制了。然后是原因呢？他说原因是，我们领导认为这个光盘涉及到这个，拆房子，就是那个，拆房子的事情，拆迁的事啊，拆迁事件。那拆迁事件为什么就不能复制啊？是社会很敏感这个事情，所以不让复制，怕引起社会的不安。然后那个我说那个另外一个光盘，说另外一个光盘那个也同样不让复制，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然后他说我作为一个法官我已经尽力了。我说你尽什么力了？你连那个复制这个案卷都没有保障我。然后他说是，那没有办法，这是政法委决定的，我不会因为这个案子丢了我的饭碗。就这样。我看法官叫什么名字，这个叫一个叫周军啊，那个就是代理，应该是叫王雪峰的一个女审判员，很年轻，看来就是20多岁。代理审判员还叫吴海蒂，对，王雪峰。那他就无法证实，就是光盘上是想证明什么问题呢？光盘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拆迁现场的光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倪玉兰老师她是那个妨碍公务，她主要是针对的是审讯室现场。他指控的是倪玉兰老师踢了那个肖薇的下身，造成的伤害。因为那个肖薇是，对倪玉兰老师是进行这个询问的，就是询问他是在执行公务，指控倪老师踢了下身。主要是这个肖薇这个就是审讯室这个光盘，这个光盘实际上没有。倪玉兰老师说那个一审的时候就没有播放，就没有，就是一个空光盘。二审的时候仍旧是空光盘，实际上他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倪玉兰老师那个踢了肖薇的下身。就是这个，倪老师他这个腿都抬不起来，他怎么踢的？对，提到了，这是一方面，这是咱们的一个推测，这是一方面，这是，现实情况摆着。另外一方面，他主要的这个证据就是这个光盘，但是仍旧是他已经作为一个证据提交了，但这个光盘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工作说明说什么？说院内的摄像头不能拍摄院内，监控头，只能监控到大门口，他作假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么要想监控院内，那监控头应该安在大门以外才能监控。证人，这些证人那个出庭作证了吗？一审的时候，一个证人都没有到庭，任何证人都没有到庭。而且这些证人都是这个警察，都是他们的同事。对。他的证据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有检察官念这个证据，每张证词他只念中间的一两句，当时我就说，你呢应该让这个证人出庭，如果证人出庭不能质证的话，你这个，证据就不能成立。那么然后他们就说呢，说那个这个是我们说了算，我们是上级让我们这么做的。
第二审是就是见审是吧？二审没有开庭。要求开庭是吧？判不要求了，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嘛，这种情况下是应当开庭审理的，但是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这个支持。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具体的案件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他是由最开始拆别人的房子，他来帮助其他的被拆迁户去维护权利，包括出主意啊、法律上的意见呢等等。我们看中国的所谓的拆迁，以国家的名义来拆迁，实际上里面是政府的各个官员、各个机构，然后加上一些开发商啊，包括他们雇请的很多人，构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个既得利益者。那么他们所做的看起来是拆迁，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抢劫，本质完全就是抢劫。那么倪律师在这里面帮助这些被拆迁户维护权利的话，那也就是对抗他这种抢劫。所以说他们对倪律师可以说是恨之入骨。那么导致零二年对他的这种打击，包括后面一系列发生的事情，那么倪律师在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了这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依法抗争的过程中，那么公检法他们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的一个工具而已，到现在完全沦为一种工具，他不可能去为你来说话，他完全的站在那些抢劫者的一边去了。那么抢劫我们都能看到他是错的，但是这些沦为工具的公检法他就要维护错的，他现在就要把那种大家都看到是白的东西他就要说是黑的，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我就要这么做。在外边了，我哪成啊？我这夫妻俩都在外边了，哪能让大姐在外边了？刘威他们律师他们开庭，就那个听证会啊，嗯，他就为什么怕我们家那个杨秋雨去，结果就是把21号就给他传唤走了，22号就判刑，就给拘留了。我拘留你去不了了吧？看看他吧挺拔，他糊味肯定能做好吃的。没地儿，没有房子了，房子也给收了，房子给抢了，地被占了，所有的财产被掠夺了。在什么院？在新街口，家被沦陷了，白色恐怖。我看您天天在这夜里怎么行啊？住旅馆一段时间，结果还给我们轰出来了，不让我们住。那您夜里在这受？没有办法，我们这些朋友们给我们资助了一个小帐篷。我看您天天在这，那怎么行啊？您这身体没有办法，就因为无人罪，叫给我的惩罚。让我那个晚上不睡觉，练习那个就是不睡觉，不让睡觉，然后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白天呢要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劳动，参加劳动。那我的劳动，我这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我被勒令爬行，拐不许用，凳子不许扶，每天呢要
爬从那个寝室从楼上爬到楼下。几层楼？五层楼，从楼上爬到楼下，然后呢通过这个监狱这个大院子，要爬到他这个500米以外的这个劳动车间，劳动车间在二楼，然后呢我在这个从这个一楼在这个爬到这个劳动车间，然后一节一节的我再爬到二楼，然后爬到就是说他们给我安排的那个干活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呢就说这样的呢就说到了这个中午呢要回到这个寝室吃饭，然后呢我在那个从上爬下爬回，这样呢每天呢就这么来回来去的爬行呢，我要爬四次，每天都要四次，那个别人走10分钟的路，那我要爬上1个多小时，这样呢就是说四次我要爬上6个小时，每天都是如此。我们干活干什么呢，就是他们让我们这个装这个筷子，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的这个筷子呢它是经过来苏水消毒的，还有这个硫磺蒸熏过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毒性相当大，味道特别浓，特别呛人，让人难以忍受。我们装这个东西就是说而且还是有定额的，每天每人必须要装到11000双筷子，否则完不成这个定额，那除了让你加班或者惩罚你，要遭到惩罚的。这个筷子呢上面啊布满了这个毛刺儿，你想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简易，这个东西非常脏的。就据这个送货的这工人都说，就是送这个产品的这工人都说，他们都不用这些东西，因为知道这东西不干净。那么就他们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再装一个袋一袋的去装，完了呢就是每天呢我们就跟机器人一样，没有休息的时间，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啊，那就是大概几个小时才允许上一趟厕所。我们要从早上8:30干，就是八点干，然后到晚上9:30或10点才能下班。如果呢，就是我们要显出就是说的这个面色要显出不服的时候呢，那就是更厉害了。他们扇我们的嘴巴，我们连一句话我们都不敢说，还要谢谢他。您打的是，您说的对，我们要对他跟他们说您，啊，每天让我们写日记，还要尊敬的警官。其实尊敬什么呀？他们是最邪恶的人。这个监狱特别黑暗。我在日记里边我就写尊敬的警官，他们让我们要求让我们写尊敬的警官，啊，我在这个我今天的这种爬行行为，我是在这个中国针对美国人权提出质疑美国在监狱里头虐待囚犯，他们带着女警察把这个囚犯的脖子上套着链子，然后拉着他走那种情形。我今天在这儿，我虽然没有被带上链子在爬行，但是我一样是爬行，我在这个大院里爬行，任何人都瞧得见，任何人都看得见，他们的领导包括这个监狱的领导督察他们都应该看得到，实际上他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没人管。那么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们这个就是主管的那个警察呢，不但就是对我长期这个爬行这么侮辱虐待我这个爬行，而且还让我每天呀他们在出早操的时候啊让我在大厅里边撅着，就是四肢着地，然后靠在那个就是好一点了，我可以靠在墙上，这样就是在大厅里撅着，是因为我不服从管理，这是对我的惩罚。别人上那个下楼上操，我不去，称我不去。我说我不是不去呀，我再爬呀，因为我爬到大厅的时候你们已经下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你没有尽快到这个大厅。
你速度太慢了，啊，你不得不受到这种惩罚。直到这些，做完早操的人上来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大厅里他们列队，啊，那、这个参就是然后观看我这种，这个就是这个体罚的这样，就是为了，啊，这个上这个公众来大家来展示，然后呢就达到这个威胁他们的目的。他呢就是他往那墙啊撅我，然后呢就那个就照相那警察呢，因为听到这个就这骨头嘎巴嘎巴响，然后那眼泪就疼的就都出来了。后来那个警察呢说那个别弄他了，就这样吧，就凑合照了一张。对，啊，是照了这个身高才150厘米，150厘米。嗯。然后呢，因为我平时，对对对，他要正常的照你的五官嘛，嗯，啊，身高五官，但是他当时那种完全直不起来。我身高有1.66米呢，我正常的时候1.66米，1.66.8米。然后呢，就这个吧，那个有的那个呢是那两边架着我的那个人啊，一半那个是也是警察上的那个人，然后呢，这个呢是他们把他给剪掉了，一看这就剪掉了。我是长区的陈淑云，我丈夫张明伟因为武装移民把我家给抢了，把我丈夫给逼死在长区政府里头，把我给打进医院，住了医院都1年0.3个月了，成了半残了。原来我是跳拉丁舞的，教拉丁舞的，现在我已经跳半腿了。在04年4月20号打着搞绿化的旗号，官商勾结，什么手续都没有。您知道吗？把我们家给在没有协议，没有这个国家的合法手续，什么都有没有，跟我们家枪买枪卖，跟我们家拆光抢光了。到现在我们告到各个北京各个信访部门都走遍了，没人管，不但没人管，还遭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打击报复，栽赃陷害。您知道不？他们，您知道不？无数次的把我们滞留派出所。多次非法拘留，还被他们非法劳教一年。我们跟他们讲理，他讲话，你告也没人管。人家中级法院说了，3个月之内应该起诉，但是他不收我的案子。中级法院说让他我给他寄，我5月3号寄的吧哈，5月11号我就收到他已经给我退回来的那个。你说老百姓哪有钱？我上方打的我这浑身全是伤吧哈，我都没钱看，他还骗我，而且我在寄之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我们娘俩，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上天安门跳城楼去。但是我也不能白死，我临死也得想想毛主席，给毛主席告个别。毛主席万岁，我想你了。我都吧唧跳到那个天安门城楼底下，我看着我这些居委会书记打我的这些，我都写好了，早日写好了，复印好了，弄上2000份。四五级风的时候，我在天安门一撒。说了，国家领导也让找联合国解决。三合指。现在国家政策是好的，下边的人胡作非为啊。我们这儿是真的好的。因为某些事儿嘛，受到这个什么公检法的这个打击，然后呢，从中呢就是说，因为状告无门，然后呢去上访，那个什么，这些人呢，这类的人也挺多的，然后呢，经常呢是找我，说我们怎么去才能告得赢什么的，因为这很正常，因为你。你公检法的这个官员呢，违法了，你侵犯老百姓的权利，你就应该及时纠正。纠正了，他不是就不告状了吗？可是你越不纠正，他越来告状，对吧？是你导致的这个社会不稳定，并不是说这个受害人。他如果他受了这么多委屈，他没处去告去，没处去诉去，啊，各个部门呢都是上下包庇，啊，导致最后。这些人呢，就是上访的这个机遇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在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用各种武力打压下呢，使他们的这个情绪呢越来越高涨，啊，就是迫不得已去做某些事儿。实际上呢，本身呢有些是过激的行为，他们也不愿意做，但是被逼的。你们政府的司法机关在执法当中
有违纪行为也好，是犯法也好，咱们这个不细说，毕竟是人家上访，后来人上访告状，长久得不到解决，还受到威胁、恐吓，这么他悲愤了，他拿起刀去伤害了、杀害了民警。这个我个人表示呢，我说应该。你们如果当时要是不这么迫害老百姓，他怎么不伤害别人？而且在当时女民警的情况下，他走跟前儿到跟前儿都没伤害，又有仇债有主，人家没有伤害你民警。现在弄得如临大敌，风声鹤唳，是你政府现在激化矛盾，有些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消灭在萌芽或者消灭在摇篮当中，认真的对接待上访，去潜心的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可能说这种事儿不发生，会杜绝，会大大减少吧。总归是一个自己的小窝啊，那个比前几天那个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躺在地上，外上面刮着大风，后来又无奈去搬到那个地下通道的时候，那强多了。毕竟这儿能折着，就好像能折修一样。毕竟女同志嘛，需要有一个能遮挡一点的地方，遮风挡雨的地方。嗯。